马上了啊，马上，别着急。鱼线挺好呀，啊，那鱼线还行，它一般都用那个这款鱼线，还不贵，38呀，还是36？到边上来，到边上来。你看人家抄网小啊，慢点，你别拽了。飞鱼的啊，飞鱼的鱼线，抄网笑了，抄网不够大呀，完了，没合计那么大鱼啊，应该是38块钱，好像是，飞鱼的啊，哎呦，飞鱼的，飞鱼的，完，慢点，别着急，都是飞鱼的啊。还得遛啊，还得遛，遛多遛一会儿吧。嗯，抄网小，不行，抄网太小了，我这。你多遛一会儿吧，不行，多遛会儿吧。多遛一会儿。你那儿它有大抄网吗？有，救一下，来，快，哎，来人抄了，网太小。好了。太好了，多遛会儿，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你能到啊？你能到？太远了，能到吗？20、30斤左右，30斤开外。这个老不大了。哎，他超网大，他超网大。来了，我就帮忙。终于来个人啊！终于来个大哥帮忙来了。要不然大，俺家老大累死了呵呵。谢谢雪哥送的那个巴掌奖品啊！谢谢哥哥。谢谢阿纸哥哥送的棒棒糖啊！有礼物的哥们走一走啊，一个一个礼物给我走一走啊！谢谢学哥哥点心啊，把心和打卡都点一点啊，哥哥们啊，帮忙过个任务，吊脚雕一条巨物啊，巨物！谢谢我姐啊，谢谢我姐。杆儿呢？杆儿是那个黑大黑杆儿，大黑杆儿啊，大黑杆儿，大黑棍儿啊，大黑棍儿。谢谢我胖老头哥哥100个那个巴掌啊！谢谢我胖老头哥哥。嗯，超网头小点，但是挺深，比我们家那个深，我们家那个浅。行啊，有人帮忙就行，刚才自己真整不了啊，太大了，整不了。我没有真爱，什么？有真爱，有真爱，我看着你有真爱啊，你可能卡了，看不着。啊，他是用那个我们家自己配的鲤鱼饵。打的窝，然后挂的玉米啊，钓的底啊，炒鱼啊，炒鱼，钓炒鱼啊，稍等，一会儿告诉你们线组多大的啊，一会儿告诉你们线组多大的，看着真着急，我也着急啊，看我一身汗，激动死了都。这等一上午啊！谢谢菲菲哥哥送的奖品巴掌啊！多大的狗姐姐？我真不知道多大狗，一会儿等他上来的，我给你问问啊。我就知道他那个今天那个用的玉米，那个挂的钩钓的底，然后用我们家鲤鱼饵料打的窝啊，用的是6米3的杆子。他得往边上点才能抄啊，别着急啊，怕跑了。对，肯定得四左右的啊，肯定四以上的。嗯，挺大的，说得掉20、30斤啊，得有20、30斤。可不集中尿了，一上午就等着这一根鱼呢。欢迎韩哥啊，韩哥上大鱼了，快！哎，上来了！哎呦呦呦呦呦！
20斤呢，我跟你说，30斤开外啊，30斤开外啊，30斤开外。他家全是好东西啊，全是好东西啊！下回你们可以来了啊，可以来了，全是好东西啊！看看看看，太大了啊！一会儿给你们看看啊，别着急，30斤开外啊。他们谢钩呢，谢钩呢，谢谢我宋老弟第100个棒棒糖啊，谢谢我宋老弟啊，可激动了，真激动啊！